千年银杏谷是世界这个四大古银杏群落嘛，银杏叶是黄的，配个白色的应该，应目前黄的应该跟景区像协调。当时是这样想的，但没想到是这种效果。他们很辛苦，他们那天早上非常早的起来就帮忙化妆，然后我们又赶到这个银杏谷去，感谢大家对非洲的这个关心，非洲的关注啊，也是只要大家知道非洲这些。疫情呢也形势也不是，就是对这个旅游行业啊都是有很大的冲击，大家都需要我们一起，就是跟文旅企业共度这个难关。我们有哪种方式去帮他呢？就最好的方式就是宣传他，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